开上去那个库房那边，然后开到这边的时候，车子就整个翻过来。维权业者相当意外，因为他也20年没有发生这样的状况。所幸80多岁的驾驶只有受到惊吓，没有受伤。不过意外到底怎么发生的，详细情形警方还要再做查清。政治焦点，我们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国院党改组，民进党酝酿终身代理人接班，副总统赖清德已经表态要参选下一任的党主席，已经跟总统报告。而行政长苏贞昌也证实已经接到赖副总统的他们那个选举。选中了，哪时候才就位？啊？溜啊溜啊！怒呛苏贞昌赖。溜啊溜啊就位了。交接啊！是交接还是就位？现在就在交接啊！阿伯因为到时候那个李总那个嘉怡啊改组隔回却没换人，还有上午表态支持赖副总统角逐党主席的这句话。副总统昨天有打电话给我，善意的提醒他有利有弊，要争取我都得给你祝福，也会支持。苏贞昌赖着不走全是弊，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，但是应该顺便带走那根棒棒棒。我怎么怎么搞啊？我怎么命啊？我靠！那啥，啥革命？我靠！命要就出卖了呀！一见不见，再没看见。另外，代退县市长们的下一步也备受关注。综合经济之行政文件是否有意入阁接掌副阁主大会，外界则看好开幕安前进党中央担任党秘书长。希望各位意见，希望多理会大家的贡献。赖副总统掌绿金图，终身代接班梯队也能成型。至于自己的去留，不用党改组之事已经认定了。下台不久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这里是副总统。台上的看剧，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强强联手，不但只依赖美国，更是英国、意大利还有日本对印度敲定共同研发新的战机，以因应未来国际局势随时可能的攻击挑战。这就是日三国共同研发新代战机初步可能的外形。虽然美军战机科技最顶尖，但英国、意大利和日本决定三强联手走自己的路，首度不依赖美国。共同研发次世代战机 F-35 F-2 戦闘機の貢献について、日本、イギリス、イタリアの3カ国で初めての共同開発を行うと発表しました。英国、意大利、日本9号发表联合声明，敲定将各自研发的新代战机计划合并，包括英国主导的暴风战机跟日本 FX 战机，整合成全球空战计划，希望2035年前推出最先进的战机服役。日本からは三菱重工業などが参加し、2035年までの導入を目指します。日本防衛省透露、太陽伙伴高速国防航太系統、日本代理重工和意大利里奥纳多公司共同主导创新设计，让新一代战机具备 AI 人工智慧跟尖端数位科技。防衛省は当初アメリカとの協力を想定していましたが、改修の自由度をめぐって交渉が難航し、契約に至りませんでした。英国表示也开放其他国家加入研发跟分工，强化阵容，以确保即便美国拒绝分享关键技术，北约也能研发最先进战机，加强民主盟友之间的共同防卫。南正主义。精彩的世界杯足球赛八强战果即将点燃，由梅西领军的阿根廷Ik denk dat het nogmaals...
过去五度在世界杯交锋，双方各拿两胜，一次握手言和。最近一次碰头是在2014年的四强赛，荷兰在索尔瓦边界大战败阵下台，当时带队的正是现任的教练范加尔。The penalties most memorable wijs alleen bij ondersteuners op een wetenschappelijke manier。曾经在曼联跟他水火不容的阿根廷球员欧马蒂亚，毕竟范加尔是最大的教练，但荷兰队的门将跳出来力挺。没有 a small guy, I think, dream about Johan van der Lotta. I think there is only one bondscoach who can bring me here. 可能是最后一次参赛的阿根廷35岁球星梅西，2006年跟2014年都跟球队一起对抗过荷兰，这次更是荷兰队眼中最危险的球员。Plan A is get the ball to Messi. Plan B is get the ball to Messi. And Plan C is get the ball to Messi. 荷兰的范戴克是新一批球队中后卫之一，他能否打破梅西的攻势，将会胜负的关键。橘子军团跟丹麦军团的矛盾之战，让他鹿死谁手？他们在谁啊？我在等，我那个脚啊，可以起来。科学家发现，距离地球四十光年，有一颗表面温度高达摄氏2700度的地狱星球，内部很可能整颗都是由钻石组成。如果估算将是惊人的天价，拥有这颗行星啊，很可能就是宇宙首富。电影《魔戒》黑暗魔君所魂的国度魔多，肩负巨大的火山熔岩。宇宙中又有一个炙热的地狱星球，因为距离我恒星非常的近。而且公转周期也就是一年只有17.5个小时，所以星球面被熔岩海洋所覆盖。巨蟹座五颗星，我们正在给人类发现最危险的一颗行星，因为科学家认为它有可能整颗都是钻石组成。What if I told you that one single thing in our universe could easily pay off all of the world's debt? It may sound like fancy, but it's not. It's a real planet located in space. The planet is made totally out of diamonds, and it's worth $29 million. 巨蟹座五颗星至少有3/3都是钻石，如果把它钻石的部分模拟成一颗单独的宝石。可能比地球都还要大。如果有人能够把这颗小行星的资源纳为己有，那它不但会是全球，也是宇宙的首富，实力分裂。日本富豪钱德勒就预计2023年包下 SpaceX 的星舰太空船，来趟绕月之旅。钱德还在 Twitter 上征求同行伙伴500万元资助申请，求后钱德亲自揭晓获奖的8名成员，包括了音乐、舞蹈跟摄影等各。连南韩天团 BigBang 的成员也正在。日富豪钱德勒预定2023年要搭乘 SpaceX 的星舰太空船来趟绕月之旅，他还买下太空船的所有座位，并在推特征求同行伙伴，结果有500万人提出申请。九号钱德亲自揭晓雪梨正选的8名成员。ついに本日や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。ディアムーンクルーを今日は発表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。的にも DJ として非常に有名な方です。ロサンゼルスを拠点に活動されていて、チームの顔です。今年还包括时常在外地转播火箭发射的女子的捷克指导家伊米尔、摄影师艾森、英国摄影师利亚、美国摄影师霍尔、日演员球星，就连南韩天团 BigBang 成员 JOP 也找上过我们。 I have always said that I'm about to say to you since I was youngThank you.